后面就是海啊，好漂亮哦，海天一色，天气好会更漂亮，整个会是蓝色。我们露营的地方，懒人式帐篷。可是听说不好吃。太阳就会从这边蹦起来，把我们晒太阳晒死。慢慢往上。站起来。耶、yeah。有。走慢一点、啊。快到家，看不了。台东的更下面嘞，就是花莲的边边，台东的上面而已。三个选项是不是？一钓鱼台，二麻将台，三仙台。三仙台是吧？三仙台。哪边？你往前走，我跟你喊。马三仙，八仙，哦，八个桥代表八仙，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桥八仙过海，看到没有，这里就是冲绳啦，最好是冲绳，琥珀色的，我不知道相机看不看得出这样的画图，可是看起来就是一层浅绿，然后一层深蓝，很漂亮的颜色，是吧？哎呀。太阳在就不会热。我说露营的背景的，是呀，后面三千台，我要在后面，小在后面，耶、yeah ，挥手吧。台东真的很漂亮，真的非